好啦，各位香港嘅球迷们，准备啦 ，Let's go rock and roll！我都有四條傾喺度講波，哇！出個台寶李克勤啊，真係幾犀利。佢唔會淋都好啦，都係坐40,000+觀眾嘅啫，呢個球場冇辦法噶啦，擠到滿為止啦，買唔到飛嗰啲就冇計啦，真係不過好貴喎，最貴1500，1500啊，好貴啊 ！Let's go rock and roll！ 照將全家福留念啦。咁啊，熒光幕上面咧，出翻陣容啦。好啦，比賽開始，阿叔交俾你。好啦，球賽咧就開始啦。喺右邊，金拜阿叔，氣鼓冷，唔使急啊。哎呀，過曬大龍啦！氣鼓冷，唔使急啊。哎呀，過曬大龍啦！唉，靓啦！你估几对几啊？我估2-1。O K， 嗰两球喺上半场下半场啊？有得下半场？几多分钟啊？系你咁样答佢啊，刘炳坤你真系。无功而退。阿鸡罗伦士又唔掂，又俾人抢到。呢度啊，世界啦！升啦！上半場就是這樣的啦。咁啊，大哥楊，我覺得下半場一定要做啲調動先得噶咯喎。咁啊，如果你係上半場咁打落去咧，就一定係俾撳住嚟打。好啦，你哋嗰邊講下嘢啦。啊，就應該大腳吊埋佢啊，吊埋佢，走啊，扯開佢咁啊。點解佢打翻短傳？咁啊，變咗老鼠拉龜啦。係分埋左吊右啊，右吊左啊，一兩下長傳咧，仲有啲機會。我哋俾啲時間阿叔食少少嘢啦。我哋睇睇精華片段啊。下半场嘅比赛啦，咁我都同佢打过一场友谊赛。文雪就你受好评多，列特 ESPN 嘅明星队就靠以前个香港个彭锦全咯。咁佢个肚腩咧都有你咁大啊 ，Peter。我好大，我唔系好大，我成日做运动噶咋。好啦，讲翻呢场波啦，斯丹鲁尔应该系罚球嚟嘅。卡路斯，大家睇嚟呢个真系大家睇嚟。哇！好似射籃球咁樣喎，真係。金拜阿蘇，有冇越位有啊？睇嚟咧就係啊，兩寸啊越位啊。魯爾，其實咧踢波嘅人或者領隊啊，甚至乎我哋講波都係人啫，始終用個平常心對佢哋咧就好啲。有好多苦衷，外人係唔知嘅。藍不斯。想包到在左边搞搞阵，踢波都话是话。近期天气真系几热，睇波你都话热喎。咁嗰啲球员喺球场踢波咪热死。冇错，如果唔系训练有数啊，真系随时中暑嘅。喺右边咧系进攻啦，三下刀挡到啊，仲有啊，斯丹古迪。哎呀，飞到尽啦，扑出！嗱，呢啲就系龙门咧个人之处啦，能够力挽狂澜。好啦，可以换人啦，嚟啦噃，边个嚟啊？边个走啊？激陷，紧张时间到啦。啊，慢慢嚟，好运就好过好波，射唔中喎。哎呀，竟然咧呢球波啊，咁样射唔入喎。左边咧拆用攻势，嗱睇睇啦，好一个长传顶出，有冇越位有啊？
越位啊 ！Is 谭佛先？哇，好劲啊！李建和搞掂。Is 苏拿利即系捉到路喎、啊，急停咗佢先。而家先讲到喎，仲有啊，路尔上半场十八分钟第一个入波。好嘢喎！呢、這個波喎、啊，即係出現咗一個非常之珍貴嘅入球。阿叻哥咧就話好似佢平時俾嗰啲波，不如你幫大家講下呢個波啊嘛。所以有電視咪好咯，我哋一齊欣賞點樣俾啲球咁美妙，然後會入波啊！其實咧，最恐怖嘅就係佢哋嘅前鋒互相咧喺即係中場差幾腳咧，再由咧啲隊友咧係懂得咧接應。加外球。作提醒大家啦，佢 SMS 短信咧，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，系参加手机网商中嘅收取咧，系个人免服务费噶。收息哇！作提醒大家啦，佢 SMS 短信咧，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，系参加手机网商中嘅收取咧，系个人免服务费噶。收息哇！值得一赞下呢个入球，佢真系美妙。佢啊，任何角度、任何嘅環境咧，都可以傳送到個靚波俾隊友嘅，真係唔簡單啊！已經咧有兩球波在手噶啦，咁啊睇睇嘅，仲有冇入球啦？咦啊！一路推埋，好啦，得唔得？射啦！距離現場大概仲有五分鐘到，難打咯，路爾。门口二度，仲想点？靓得很啊！咁啊，其实咧就系一个球员咧，如果第一时间出波咧，就有阵时咧无心插柳，就柳成荫喎。咁一场咧，应该系势均力敌嘅比赛啦，可以讲啦。但系估唔到咧，而家以三球波咧系领先嘅。阿鸡张世豪、斯丹，上半场就是这样的啦。咁啊，大哥杨，我觉得下半场一定要做啲调动先得噶咯。咁如果你系上半场咁打落去咧，就一定系俾揿住嚟打。好啦，你哋嗰边讲下嘢啦，一定要谂下咧，系点样用翻咧，系改变翻呢个攻击方面嘅组合啦。一阵翻嚟就开波噶啦，唔好走开啦。啲冇错啦，有今生冇来世，球证嘅判决啦，冇计。啲攻勢嘅，都有啲危險嘅鏡頭出現咧，喺呢一個嘅門前嘅，就並非話一場咧就絕對一面倒嘅賽事。頭槌攻勢，哇！靚波，靚得很啊！啊，冇錯啦，呢、這個波頂得你啊！咁的確咧，佢個頭槌咧好殺食嘅，又一球進將，都好難嘅。好脆鬼，當然係講笑，真係咧想奇蹟出現咧，都相信咧好難嘅，冇機會。這個左手邊睇又點？阿叔啊，我知道以前你踢過傑志咧，並且協助球隊贏到咧係雙料冠軍喎。冇錯啊，兩年之後贏咗。咁啊，當時咧只係兩項錦標嘅啫，一項咧就銀牌啦，一項咧就係聯賽。罰球啊！波咧勾喺前面，顶出，啱数位喺保时当中，值得一赞下呢个入球，佢真系美妙。啊，呢个波咧就系射得好够胆嘅吓，射上三路，龙门啊死紧嘅，如果中嘅话，咁啊过蛋啦，唔好咁中意打啦喂，路尔，唔使，阿叔有啲失望啊。功力唔夠嘅，射上就踢到不知所謂嘅，咁加上咧真係無甚佳作啊！好啦，你哋嗰邊講下嘢啦。我覺得咧，反為今日場波咧，應該係下半場嚟講咧，大家係戰略上嘅第一場競爭嚟嘅，我覺得。時間咧亦都已經係差唔多啦，阿叔啊，你蔡油瓶啊，又輪到我都平曬啦。我哋都收工噶啦喎，我唔收住啊，我都話去執眼鏡咯。好啦，咁啊有機會再見啊，拜拜，拜拜。